你有目标。耶，中了。哎呀，失败。我要认识那个漂亮女孩嘞。她来了，Johnny，快追啊！哈哈哈哈，我喜欢吃苹果，它就是我的 apple。哈哈哈哈。喂，Johnny，你的 apple 来了。你认识他？是啊，他叫 Eileen，不叫 Apple。他是读什么课程的？他也是 ECE 的，可是很难追的耶。糟糕，这么久了，他还是不敢跟以琳要电话号码。你知道吗？有个叫 Johnny 的喜欢你，他还叫你 Apple。哼哼，你别开玩笑了，怎么可能呢？Apple 就在那边，快跟他拿电话号码嘞！依林，其实我是 Johnny。Johnny，OK。以琳还是对 Johnny 没感觉，Johnny 只好默默地暗恋着他。这是送你的，生日快乐。哦，谢谢你。来，笑一个。来，拍个照吧。不要啦，很排斥嘞。哎呀，只是一张照片而已，看。考试要到了，伊琳叫 Johnny 陪他一起读书。哦，考试完了，Johnny 是想要表白吗？很多人追他很久了，都没有成功过，你还是放弃吧。我有话想跟你说。什么？你在写什么？啊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按啦，按啦。我爱你。啊，不要开玩笑嘞。我不是开玩笑，我是认真的。我可以追你吗？不知道，不要再问了。我现在打给你。Hello？要干嘛？为什么你不肯接受我？你可以做我的女朋友吗？不知道。拜托，我们试试看吧。不要了，将来你一定会后悔的。为什么嘞？我的脾气很坏的，对男朋友更糟。我知道性格和态度是很难改的，我真的不介意，也会迁就你的。我们可以试试看，不试又怎么知道呢？OK 咯。终于在2003年9月8日注册了，而在今天举行了他们的婚礼。谢谢你们让 Johnny 和 Eileen 的婚礼顺利完成，也谢谢大家抽空出席这个特别的日子，别忘了我的功劳哦。